不是你咋回事呢？我不来陪你来了吗？我怕你有危险吗？那我现在不是危险吗？不是你咋知道我在你妈那？咱妈给的吧，你就理解理解做父母的这份心吧。不是我理解啥呀？咱俩搬过来一起住呗。小航，那你来什么时候我就死了。那我提前说说，我还能进来了吗？那不是，那我万一你进来的时候换衣服啥的，那看到多不好啊！那有啥不好的？那不正好吗？那没搬来。你近视点，小航。再说了，那又不是没见过。啥时候？小时候啊。那小时候跟现在能一样吗？现在都长大了，是长大了。矜持点儿。